我们可以打出这张之后，然后用左拉再把这张拿回来，然后再打一个一张手下，然后再打一个塞纳戴纳瑟斯汉格。如果那样不够斩的话，OK， 呵呵最高费的爱影法术消耗降低三。Are you sure？德福 boy， 欢迎你前来报道。啊，现在三组之后可以报我一张了。献祭哦，我们不大可能放献祭又防诅咒了。这样其实还蛮好啊，这样他诅咒，这样看起来我会爆牌的，但其实不会，因为等一下这张会先飞走，然后我再抽一张，然后他没有办法再放更多诅咒进来，因为我们现在蛮手牌，哎，献祭，水七。就是直接释放还是怎样？会直接释放 ？OK， 这样我不是可以满牌，然后再 OK， 所以直接清场。二三，不能给他那个哦 ，QQ。看手牌变超少。被烧掉了。吃不饱，伤害有点多。
我们都要抽牌。敢没有哎、欸？我也没直伤嘛，然后烧一个地化鳞片，所以只剩一个地化鳞片。对，王来了，我们永远的王，纠缠之根。我们甚至可以保持满手牌啊。兽群之怒，我保持满手牌吗？就保持满手牌好了，我们下轮可能就赢了吗？这是12点爆发。好像还没赢，我们十张牌这样，他就没有办法再塞深渊诅咒到我们手上，然后另外一个痛苦诅咒塞进来，我们抽到也没差，所以这算是一个非常保险的打法吗？他解掉场就赢了，有可能他解掉场我们会赢，因为这伤害会变高，所以变18，所以现在是刚好斩。所以这样就我们就赢了啊！一局，永远的王启动。身份窃贼，先看我手牌三张，再看我牌组三张。身份窃贼，这张其实没有很好，这张其实没有很好，一般而言。像我们等一下秒解他这张棋就不大好。其实蛮有可能被沉默的，有可能想得太美好啊。看他有没有带沉默，他也有带灰灰好朋友，爆一张。拜疯狂公爵，我会想念你的。不情愿把幸运币缴掉，
继续抽。会不会爆盘？哇，当真！再做一个实时出来。哦，吞吞鱼走了，赞！他这样七费变很少张哎，理论上七费没有那么多张。是没中，我们拿到铜须就赢了。还是没有铜须哦，我也可以打两轮 combo 哦。是降两飞，给水啦！所以我理论上赢了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防防男爵哦，所以我宁愿被爆一张吧。没错，我还有一张灌木龙。哎，我格子不够。
该，这应该不是问题吧？对吧、啊？都不是问题。我们可以秒他吧，52，对吧、啊？现在算加班吗？算是吧。等一下啊，我们是可以打一个酷酷的 combo， 不过现在不行啊，现在这样就死了。我们可以打出这张之后，然后用佐拉再把这张拿回来，然后再打一个一张手下，然后再打一个塞纳戴纳瑟斯汉格。如果那样不够斩的话，嗯、啊。吃不饱跟快攻，嗯。而我们如果海星要带，那也只能带一张了。然后我们可以葛夫，然后硬币成长。有打零小鬼的吗？他没有那个场地卡，我们就打零。有场地就打不赢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就再抽两张啊！我上两张傻飞，如果小鬼树没有那张场地卡就打赢，有的话就打不赢，就这么简单。看一下吧，只有三张牌拿不了，这是其中一张。但是表示不服，可以清场的牌都是好牌。哦，其实不能清场，我错了。吞吞与 miss， 好，其实是不是应该，他也不用留吧，他应该想要继续吞吧。OK， 没有战火被覆盖掉了。他手上没有鹦鹉哦。OK， 哦，尼克西亚玩了一轮，抽四张吧。水七纠缠，这边有点难防落雪。
欸，棺木龙很好。啊，这样会爆一张，好像也还好。妈，我可能要把这张截掉啊，剩十张而已。这招是 OTK 吗？对，理论上是 OTK。啊，我没有。容易被换走了。好，凯撒斯吃不饱不见也蛮糟的。真的，这一定会中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其实可以多灌一张。我也在把它灌哦。等一下，这样他会不会 OTK 啊？他如果有铜锈的话，他可能会 OTK 啊。走下轮大概要打这个 combo， 熊熊响起，我这个撞法超憨。OK， 对，鹦鹉是我的。这你的牌还给你。学校老师吧。霍总花给你。OK。对啊，这样吗？这样有点憨，不过对。然后水晶好像够哈，我刚刚其实可以同虚，然后下这个够吗？没有，差一颗，差一颗。他没有鹦鹉了，雨菊。干。